让我们谢谢上一个表演到场。哎，永军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哎呀，不要这样子讲啊！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出来了。怎么办？哎，给苏伟啊！怎么了？苏伟，你看那边。那边啊，就是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人，哎，他是谁啊？很熟悉。我想一下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詹浩安啊。詹浩安，我们这舞社叫詹浩安啊。你不认识的？舞社吗？对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我，不然你现在现场忙 Google 一下。啊，好，我 Google 一下。对 ，Google 一下。哎，他，哦，这有一篇文章啊。真的假的？有关詹浩安学长的。OK， 那詹浩安给大家听听。詹浩安年22，好古文 ，Lucky Hip Hop 皆通其知，不拘于时，请学于总务。总务家其能行古道，作仁者秘传，斗之书以遗之。哇，看不懂。其实我也听不太懂那是文言文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不确定。我离高中那么久了，我其实连国文老师长什么样子都有点忘记了。太好笑了吧？你还是国文助教当了3年呢。对啊。那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白话一点的说法好不好？我把它丢到 Google 翻译上面看看。OK。有了。Google 翻译说，这篇古文说。詹浩安同时会跳 locking、hip hop 两种舞风，而且詹浩安看过各式动漫，他会各种火影忍者招数的日文啊！哦，他后面还写他的 solo 兼具两种舞风，根本就是开了血祭献祭啊！哇，血祭献祭啊！不过他上面还写了一句话有点怪怪，他留着一头日本武士头，有点中二，真的假的？哎。可是我觉得到底是谁啊？对啊，到底是谁啊？刚你说到詹浩安学长会跳 Lucky， 其实我对 Lucky 也蛮有兴趣的。各位，请他教我一下。很简单啊，只要你教了设备，他整个人都是你的。他在那里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可是我只想要他教我跳 Lucky， 我不想要他整个人。很简单，你只要距离他一个很神秘的距离最适当。30公分，就完全不会有事情啊！好啊，那让我们欢迎下一个表演，詹浩安学长教我跳 Lucky。王俊教我 Lucky。水佳明。
You better put your body free, so fly in it. Everybody be going.